彼得为了解苗栗客家族后生人回到家乡创业的情形，合肥非祖辈李云德今年就去到苗栗，看苗栗市苗栗客家方言、客家语文加笔管，希望地方出台开展青年创业的机制，每位从事沙下来实体技术发展的市场。按那张证件，是得个有想法的后生人留在客家族来发展。安道后人伫个建法部准备为了走法部上，两位系苗栗市公所副头个苗栗苗栗客家后人，高年走法部上，南洋能够统一重组领导，是系后人母马为行销，促算起参访个合肥会主委李俊德当前提，想要希望地方政府伫规划上从具体改下，汉那做得老，专家向个后生伊提出增加市场通路。他敢轻易人都研发，啊，都会做，那做出来以后，收入有相当好不耶？嗯，啊那个行社会问题嘛，哦，而且我市场本人卖水呀，哦，啊卖越多，那表示他家文化的那个产品推广越太越好。除了公部门设立嘅青创基地，李俊德也去拜访在地嘅青创业者，了解客家族后生人转到家乡过后嘅工作情形。青创业者也针对客家嘅体验提供了自己嘅想法。全世界的客人来到了这里，都成为了一家人。这是我们老家在谈的客家，不是被吸烟，没被语言给限制，不会被服装，也不会被什么，你是哪一个？什么食物啊，限制，它是一种生活精神。对后生人无穷融解客家想法，李俊德表示肯定，后生人的想法乐从之富含，希望中央老地方公部门向下来提出辅导客家族的后生人老理念，提升做事业，还有后生人成为汉那成为了地客家族继续来追求梦想。下次梦想之路，苗栗报道。